高架化之后，前后站会串联。那我们用两个轴线哦，架构起未来的动线，一个就是利空铁道，那另外一个是利川跟柳川的河道，那交错成为四通八达的动线，不管是行人或者自行车都可以自由的移动。那么当然以火车站为中心，我们现在有两个开发区，一个就是台塘这个园区。那这两个未来也会串联在一起，那其中有以台塘生态湖这个地区因为是可以说在旧市区里面啊有将近10公顷这么大的一个区段征收，那我们保留了就是将近有6公顷作为生态公园，那这个生态湖我们也把一些历史文化把它融入，因为以前这个就是帝国糖厂啊，那让这一个是一个可以亲水的一个湖滨的公园。
Thank you.